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，我改不了吃屎。而且我还发现，本身值钱的当品却丢失了。曹娘子可曾听说过桥楼上那个女子？原来冥府是来问询，回冥府我见过她。你见过？在哪里？在戏院，她在看皮影。然后呢？有一日我外出，正好碰到百戏班子在戏院表演雨诗，那位娘子也在人群当中。那一日她脸上的表情却如此的沉迷，像个孩童哭哭笑笑。戏演完了，她还一直拉着戏班子的人问雨诗怎么样才能活过来，她好像分不清戏里还是戏外，就好像世上真的有雨诗这个人存在。那时是何时？半年前。有劳娘子提供如此有价值的线索。您言过了。冥府可还有事？我还能有何事？这几日被桥楼的案子给缠住了，许久没有听过娘子的琴声。我记得那日娘子跟我提过巡洋曲。冥府所问我已经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如果没有其他要问的，恕我要休息了。深更半夜你跑哪去了？你等我了？来来来，我跟你说件好事。什么好事啊？昨晚啊，我把冥府即将调任的事儿告诉曹安了。你怎么这么胡闹啊？我怎么了？那冥府本来就要走了呀。哎，我这也是为他好，让他彻底断了念想。哪来的？你又偷？什么偷什么偷？怎么走了嘛，我留个念想。狼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，我改不了吃屎。冥府，冥府，
明府，我回头骂他，你别生气，明府。